哎呦我去，兄弟你拎着累不累呀？哎呀累呀，没办法呀，得给工人喝呀，工人在地收麦子，天太热了。种了多少麦子呀？哎呀不多，100亩。100亩，我去厉害。要不我用我的车来帮你把这两桶水运到地里面。你能搞得动吗？必须的，来我把车开过来哈。哎我们试一下啊。注意看你的后方车辆过来了。哎呦我去，你这家伙能行吗？必须的啊，来你放上去来。啊，你先把水晃一下，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水哈。好，来 ，OK， 这桶是有的，来，这一桶也是有的 ，OK， 放上去。我信你个鬼！轻一点哈，放到中间来，不要把我们搞翻掉啊。搞得动，我送你一亩麦子啊。你送我一亩麦子，此话当真吗？当真，必须的。好嘞，我们启动机器。哎呦我去，这上有发动机啊。必须的，八个缸的，我们来给油哈，给油，注意了啊，来，一亩麦子准备好，走，怎么样，可不可以？哎呀，兄弟，我再给你加2亩啊，你再给我加2亩，啊，地主就是不一样哈，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台车非常轻松，准备好你的3亩麦子啊，老板，哎呀，我不差麦子啊。